嗨，欢迎来到阿喵撒娇班的时间啦！如果男朋友想同 friend 出去玩，但你想留佢喺身边，咁点算呢？你可以讲，系啦系啦，本身我今日谂住同你拍拖 ，book 咗餐厅同买咗飞，想同你睇繁华江山。不过算啦，我一个人喺屋企嗰度孤零零嘅食杯面，你去玩啦。咁讲嘅话，佢一定心软噶。今次时间差唔多噶啦，记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亲热噶，么么，好嘢。